你好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大哎呀，都说啊，学习中文呐是太难了，但学习东北话是更难。这本书我都背不下来，来看一看都是什么啊？霹雳吐露，吭哧别动，霹雳吐露。 咋着？开始背词儿了。带车去，胖子别录，撂嘴子，霹雳咕噜。 三宝赖，怼，啷啷踹，嘎，三宝赖，怼，啷啷踹，嘎，三宝。我这啥虫子？你干啥呀？我不就是干哈的吗？你上来给我嘎了一下，你干哈呀？我哪知道你是干哈的？啊，你呀，你是碰瓷儿的，碰我干哈呀？ 我是碰瓷儿的，我不是碰瓷儿的，你在笑我干哈？别洗了，咱怎么的干哈？你别怪我干哈？那能咋的你？啊啊 哎哎哎！别来了！别来了！停！你问他呀？你俩干啥呢？你问他干啥呢？问他！哎呀，我不用问了，我可看见你俩干啥干啥了呀？啊？啥呀？都干啥了？干啥不在干啥呢吗？对呀。你不过来，哎，干啥了吗？你没看见他在干啥呢吗？ 你没看见他在干啥呢吗？我不就过来，你看。哎哎哎！你们干啥呢？没干啥呀。没干啥？你干啥？你干啥呢？你干啥呢？没干啥呀。没干啥？你们干啥呢？你是干啥的？我是干啥的？ 哎呀，你打我干啥呀？干啥去了？哎，我干啥去了？你干啥去了？你不知道你干啥去了吗？你还问我你干啥去了？我哪知道你干啥去了？你到底干啥去了呀？哎，想起来了，你渴了，我就干啥去了吗？你饿了，我就干啥去了吗？买东西的呗。你热了，我就。 干哈去了？你到底是干哈的呀？我是干哈的？啊，我是他老公，我媳妇儿。哎，你们干哈呢？没干哈呢。哎，老师，您干哈呢？我干哈？我刚才在车上，你都看着你们在干哈呢？ 不能不干哈吗？你这是干哈呀？你这是干哈呀？你这是干哈呀？你们不好好说话，非得说干哈干哈呀？到底是干哈呀？ 你这是干哈呢？我问你干哈就干哈呀？哎。
他们都这么干哈，你还不干哈一下吗？鼓掌啊！